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据篮球记者贾磊消息，北京男篮正在积极追逐林书豪，努力说服书豪放弃 NBA， 重新回到 CBA， 加盟北京。2019-20 赛季，林书豪首次登陆 CBA 联赛，加盟北京男篮。常规赛，林书豪为北京队出战39场，场均登场 32.6 分钟，可以贡献 22.3 分、5.7 篮板、5.6 助攻、1.8 抢断，帮助北京队获得常规赛第四名。季后赛，林书豪出战4场，场均登场 35.8 分钟，可以贡献 22.8 分、4篮板、5.8 助攻、2.5 抢断。9月中旬，北京男篮官方宣布林书豪离队，林书豪希望再次尝试回到 NBA。 近日，据 Hoopshot 记者 Alex Kennedy 报道，消息人士透露，自由球员林书豪想要重返 NBA， 一些争冠球队对他有兴趣。此前林书豪曾与篮网球员凯文杜兰特、凯里欧文、卡里斯勒维尔、德安德烈、乔丹以及勇士球员斯蒂芬库里、凯文卢尼、埃里克帕斯卡尔一起训练。编辑刘小飞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